场疫情期间有这一个场馆，相对你来讲会有比较安心吗？我是觉得有安心比较多吧，因为至少就经过有就是消毒吧，有消毒作用就很好啊。消毒的吧。哎，对，那我们这个都是水，所以它对小朋友是没有药性的。其实因为最近疫情突然蔓延起来，那我们也听到有这个活动，昨天听到说要紧急支援，那我们就马上调配同仁紧急安排，想说对这个场域环境的一个安全的保护尽一份心力啊。大家经过百货公司啊，或是一个展场，或是饭店旅馆，是，或是博物馆，现在博物馆也有，就是可以架设，然后保护民众的安全的。是，那我觉得这一次啊。虽然这是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举办的一个那个消防节活动，但是呢、啊、我觉得透过民间企业的力量啊，其实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协力。而且这个产品啊，我觉得最棒的是因为它是水，所以它很多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啊经过的时候，他就是比较能够安心，因为他没有像酒精，他们对小朋友就很害怕喷到脸。就水加电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东西。